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，网吧还在萌芽之际，街机游戏厅已处于高度繁荣的鼎盛阶段，不断涌现出大量经典电子游戏，其中以拳皇系列最为人气火爆。当时的一个币不到2毛钱，高手往往能做到100多年神，一个币玩一整天。2000年后，随着网吧的兴起，街机游戏遭到冲击，逐渐走向衰落。曾盛极一时的拳皇也因为网游的竞争，大量玩家流失。这时候网费2块钱一小时，游戏币1-2毛，也只有贫苦人家的孩子为金钱所迫，才会选择拳皇这种硬核高难度的廉价游戏。还是爱。